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呢我想给您介绍一下我的视频网站啊。大家请看，现在您看到的这个网站就是我的一个个人网站，也是新建的不久啊，也就刚几天。这个网站现在目前还没有什么内容，仅仅是把我现在所拥有的三个频道的入口啊罗列在这个地方。我现在主要是有三个视频频道嘛，一个是优酷的频道，这个大概是2006年1月份开始吧建立的，然后中间这个是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也是2006年1月左右，几乎和这个优酷频道是一起建立的啊。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是小马技术频道，这个是我刚刚建立也就一周左右啊，目前呢还没有什么视频，也就没有什么订阅量啊。是这样啊，我想这么说，以后呢我想录这个游戏视频呢同时放到这个优酷频道和 YouTube 频道，然后呢我还会录一些个 IT 的技术视频，这些技术视频呢我想是这样，我呢会在 YouTube 上呢会放到我的小马技术频道里面啊，同时呢 IT 的这个技术视频，因为这个优酷上嘛它不像这个 YouTube 一样能够开多个频道，所以呢我这个优酷频道同时放游戏视频还有这个技术视频啊，可能分类呢有点显得有点杂乱，这个呢也跟您说一声抱歉，但是在 YouTube 上呢应该是没有问题，游戏视频呢肯定是放到这个游戏频道，然后技术视频呢肯定是放在这个技术频道，也希望您订阅我吧。好吧，那咱们看一下我的这个频道大概的样子啊。这个是我的优酷的频道，目前呢大家请看，既有这个技术视频又有这个游戏视频啊。以后呢我也会按照这个样子同时放技术视频呢和游戏视频。然后呢这个呢是我的 YouTube 的频道。YouTube 频道是我的，现在这个频道是我的这个游戏的频道啊。所以呢我会把最新的游戏视频呢放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同时我还是上周刚开了一个这个 YouTube 的技术频道，这个地方大家请看订阅数不是很多啊，以后呢我会把我的一些个技术的视频都放在这个频道里面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呢就是我今后的视频计划啊，我会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频道啊，欢迎您呢订阅收看。那好吧，这个视频给您介绍完我的频道，那咱们今后在视频中再见吧。拜拜。